为提升病人照护品质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运用病房云端照护系统，大幅缩减护理师记录资料时间，预估将可为全院一般病房一个月省下1830个小时。又紧张又压力，做那个基本啊，抄抄写写，我赶快疼哦，疼，疼完了又不要忘记扣医师那种软。冗长繁复的工作，透过病房云端照护系统，只要直接扫描病人的识别条码，医师就可以透过云端读取病人的各项生理资料，快速提供治疗。刚才我们的测量数据呢，医师也可以及时的在这里呢能够看得到，等于是 anytime anywhere， 就是在何时何地呢，他都可以及时的为病人处理线上的一些问题。北医建置的病房云端照护系统，渴望大幅改善护理师的工作负荷，对病人来说也是一大福音。台湾喜报记者郭根儒采访报道。